起来，这是什么鱼啊？红鳍尾鲩哦。那鱼有一种红鳍尾。红鳍尾鲩。红鳍尾鲩。放松，可以。哎，救鬼啊！你知道你是刘冠吗？然后。家庭号黄奇伟，这边几公斤？我嘛唔知咧。这位差不多十公斤多吧。这位十公斤多。有的，
这一尾应该六七公斤的，没什么好，没，我觉得还好啦，没有没有特别讲。拢细只，拢细尾，拢细尾，无无不可要杀伊，吼。看，啊，拢可要倒啊，拢命猪仔鱼啊，免啦，命猪啊。你万来乌乌上，斤种斤的，我斤五十斤。哦，我要打。我要打。带走。你也趁他老表的。啊，这也差不多，这方向都差不多了。黄金方的半两块，我这里看到。这个弄长腰尾。哎，这长腰尾。后面在尾里面小花五。长腰尾。今天很多主角。不要。不。看金针，这个花嘞，这个花嘞，你长得跟你其他一样。那我看人超多。新宇只有这几位，我会朱家宇今天真的很多。刚烟仔虎有几只整的，但是大部分烟仔虎都没有。新的鬼头刀不少。大色鬼头刀被抓走。Hello， 午安。放血了。呆棒拿掉，呆拿掉，阿杜拿掉。这是什么鱼？下面是黑尾，黑尾，小黑尾，小黑尾。黑尾，再见大姐，那有阿多，阿黑是干哪？